4月28日由视帝黄志忠、影帝吴刚、左小青领衔主演的谍战情感剧《我的绝密生涯》在江苏盐城大宋湖影视城举行了隆重的开机仪式。据悉该剧的总投资达到了 1.18 亿，如此浩大的投资，精益求精的剧本让吴刚也是足足等了一年的时间，不免让人格外期待。我觉得编剧的这个技巧，我觉得他的这个编故事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好，现在不便透露，大家一看就知道，因为能够一年多前我看到这个剧本的话，我真觉得还是应该值得做的，值得做的一个戏。在《我的绝密生涯》中，吴刚扮演一个军统特务，身经百战的吴刚这次挑战从来没有演过的角色，可以说是压力不小。因为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没有演过，我想其实我还是喜欢接受一点挑战，我没有拍过的戏，没有诠释过的人物，我都想来试一试。那么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个里边他是我这个人物是一个国民党的这个蓝衣社的一个创始人之一，他对自己的信仰非常非常的坚定，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的理想来做的，我觉得挺有挑战，真的挺，而且还挺有难度的。我在这两天正在潜心的琢磨，看看怎么能够把它拍得不一样。